当然不只是总统讲话，然后外长也讲话。从开战以来，你发现这个外长其实蛮活跃的哦，他几乎天天的哦对外喊话啊等等。他的话呢，其实我觉得还蛮煽动，蛮有煽动人心的效果。他说什么？俄军正从四面八方哦向这个核电厂开火，然后假如这个核电厂爆炸，它的规模将是车诺比的十倍。确实没有错，这个核电厂很大，全欧洲最大哦，爆炸还得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哈，还有一个人讲话，是这个核电厂的发言人哦，他也告诉大家很多很多的细节，没有错。他说俄军呢是军用的车辆向这个核电厂在开火，这是一个真实正在上演的危险事件哦，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里面发生的核事故，我们要求俄军立刻停止对核电站大口径的射击。哦，又得到一个讯息，这是一个大口径的射击。那么，但是后来呢，炮击已经暂时停止，但状况极为不利，他们炸掉了他们能炸的一切。讯息正在厘清，很难说出一切。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就是这个核电厂的发言人。哦，照理说他的讯息恐怕就是第一手的，第一手才会通报一下外长啊。泽伦斯基嘛，他们应该就是在当地哦。再来看哈，这个发电厂位在的市的市长，他说由于敌人持续的炮轰，欧洲最大的核电厂建筑物跟装置哈已经着火了。天哪，你看到这里你觉得怎样？乌克兰完蛋了，乌克兰死定了，接下来欧洲死定了，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？这样子好不好？我先问一下这个施老师，今天一大早大家都被这个讯息吓坏了啊，真的是这个睡意全消啊。你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你是都相信吗？我先讲就是说，像这种哈核电厂这个的抢这个部分哈，应该已经在沙漠西伯利亚演练太多遍了啦。好 ，OK， 应该他不是要破坏这个核电厂，而是要占领，然后呢瘫痪他整个的这个发电的这个部分。我的判断是这个样子，也就是说，他从空降部队就好嘛，你这边挡着人肉来挡着，我又不用坦克来，我用特种部队空降下来的了哈。OK， 我想这是第一个感觉的哈。我先提醒一下哈，在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个画面，就是哈这个核电厂这个炸掉的这个画面，大家没看到一团火光掉下来嘛啊？其实在然后烟起来，那旁边之后呢还会有一些这个零星的一些这个火光等等，但是始终哦，我再次提醒大家，我看到这个路灯哦，这个都是亮，也就是说电力是没有切断的哦。但我们台湾停电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歪楼一下。所以意思是说，整个那个发电厂那个所谓的compound complex 那个很大的部分，应该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个部分，应该是不会去炸的，应该是不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想这是第一个啦。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是说它瘫痪。那边以后呢，大概就是当然是谈判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筹码又越来越多的了哈。只不过是说哈，我们看到就是说，因为拜登那个时候一直在宣布，就是说好像是核战嘛，就是第三次大战、世界大战就核战嘛。那核战我们一直有，就是说这是一个相互保障的毁灭 ，MAD 哈 ，mutual 哈，就是 assured destruction， 就是说。你如果是要我的半条生命，我至少也要让你断一只手一只脚嘛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嘛。所以拜登的意思他只是在恐吓哈盖而已嘛。那你知道普丁他又不是三岁小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怎么办嘛？所以你要打我现在打这边，那你要打莫斯科还是打哪边？那你美国哪边要让我打，是夏威夷还是哪边呢？我想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其实我第二个其实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好，就是说因为每一次在这种打战的时候，我就讲说，那美国就是在假迷离化修啊。那你到底要什么？是超美朗给钢，还是要 test 一下到底俄罗斯有多强的，还是它经济可以撑多久等等这个地方？那我一直那种感觉就是说，通常他们喜欢在别人的地方打战，因为美国两次世界大战，你知道这隔着一个太平洋跟大西洋，都在没有他们国家打到嘛，所以他是无所谓啊。好 ，OK， 那我那种感觉是有点像是热战争啊，他是在中国那边打嘛，对，根本没有啊。好 ，OK， 所以那我会觉得讲说，那北约那些国家是怎么样呢？到底他们是真的要他不可能出兵嘛？那要人也不可能是要武器呢？武器是怎么样？那我必须要提醒了，就是说冷战结束以后呢，南斯拉夫的解体，那个波斯尼亚那个时候杀得一塌糊涂，被塞尔维亚杀得一塌糊涂，那几乎西方国家都给等点嘛。我坦白好像发生没有事情。那其实相对于我就讲说，因为北约如果不能出兵的时候，那些国家欧盟等等，他们是会怎么样呢？如果美国没有出来。的时候，北约没有出来的时候，那些人，我会觉得他们其实，我讲好听叫倾向于保守了。阿吉啊，讲不好听，他一定到底打击高巴上面等。对啊，是啊，大概。
概就是这样。